做那个喷嘴清洗的时候，在系统里面我们找到喷嘴清洗，按确定，在这边会显示正在执行喷嘴清洗，然后我们拿好这个东西对着喷嘴口喷清洗液，它这边会有一个回吸，这个就是用清洗液在清洗这个喷嘴，你看有回吸的，在各管都会回吸，在吸的时候这过程大概30秒，它结束以后这边会显示喷头关闭，然后我们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多清洗几次，再按一次，好，清洗结束了以后我们把表面也 洗一下，这个再冲一下，表面冲一下就 OK。 你要干得快一点的话可以用这个吹一下，会干得快一点，不吹的话有个一两分钟会自然干。好，吹干以后我们在系统里面按快速开机，然后等待它墨线启动完，就可以继续做了。